把对方的战将给砸下去。好，用林再出手，在红队的节奏慢下来了，好大！哇，又是曹佑宁，曹佑宁今天真的是主力进攻手啊！运球大战呢、啊，比赛即将开始。这个要跳球抢球权啊，果然呢派出了身材非常高挑的周雨天，还有弹跳力最厉害的潘君伦。哇，赵一兰！你怎么看小巴的表情？哇，很狠哎、欸！超杀，超杀，杀气十足啊！哇，小巴把小巴把对方的战将给砸下去了！哇，这个球是由曹佑宁先拦截下来，然后呢再把小巴给砸出去啊，就建了两个功。自己很强，跟自己很强没有关系。两分四十秒，王嘉良。曹佑宁再出手，又命中西菜。现在呢，蓝队啊，内场只剩下四个人了，红队有七个，两队呢在内场的人数呢差距是三个人。感觉现在红队的节奏慢下来了，好大！哇，又是曹佑宁，曹佑宁今天真的是主力进攻手啊，对，打中了雷爱美。哦，曹佑宁又要来做刺杀，这一次雷进。对，被 K 中，然后姑姑吕思伟奋力一扑想要去救球，很可惜没有救到。哦，好啊，姑姑被曹佑宁给击中出局。哇，所以曹佑宁呢是红队的主攻手啊，攻击手。我好想算算今天曹佑宁到底已经 K 中了几个人了。非常多啊，球员。小巴这个出手弹跳球，曹佑宁自救自救，没事，来，刚刚曹佑宁对一个华磊的感觉，哦，是我们中华队啊，剩下最后的十八秒了，小高，时间时间，哇，曹佑宁，哇，又是自救，小纯自救，掌声，剩下最后的十秒，现在双方差是三分，蓝队要加紧失望，结果呢，长线。两秒，成功。最后两秒，把时间耗完。好，比赛结束，我们还是要听裁判。最后来数内场的人数。红队内场剩下七位选手，蓝队只剩下四位选手，所以是由红队获胜。